女星最在乎的当然是形象，这些经历了怀孕生子的女星们，有的依旧是娇滴滴的辣妈，有的却并不幸运的一秒变大婶。今年年初，黄奕在美国产下一女，对爱女的到来黄奕十分欣喜，其老公黄奕清更感叹女儿是上天送来的宝贵生日礼物。遭遇了一段坎坷的情路，如今的黄奕终于迈入了二婚的殿堂。不过和婚前温婉的小女人形象不同，人气版的黄奕一跃成为豪放妇，且生下女儿大半年后身材仍然略显臃肿。近日黄奕相约姐妹淘共进晚餐，只见她身着黑色大号 T 恤外加牛仔裤现身，发福的身材外加家庭主妇般的穿着显得女人味全无，唯独天生的一张小脸美丽依旧，简单的将头发梳成发髻盘在脑后，尽显成熟韵味。而在吃饭的整个过程中，黄奕不断地摆弄着自己的鼻孔，当甜品上桌时，她更是一顿狼吞虎咽，全然不顾形象，真真是女汉子一枚啊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